双手。就是可能是时间太赶了，可能就包括刚刚在表演方面，就是有也都是没有给大家就是这个舞台带来更多的色彩吧。其实，钢琴这块也会有一些失误，然后因为自己的没有太粗心了。换了钢琴应该还要再试一下的，然后这边的舞蹈也是因为这个地板的这个调试自己也是紧张了吧。我听到的就是我钢琴一下大一下小，一下大一下小，对，所以就是很糟糕，对我来说很糟糕。